国山东沿海沙滩栖息一种俗称海知了甲壳类动物，专家指出这是一种介于虾和蟹之间的珍贵海洋生物，以腐肉与浮游生物为食，有清洁海滩的重要生态意义，但近年来遭中国民众大量捕食，已面临灭种威胁。综合中国媒体报道，山东沿海沙滩栖息着一种俗称海知了的海洋生物，有媒体披露其具营养价值。报道一出，大批中国民众争相结伙，持铁锹与水桶在海滩进行地毯式挖掘，大量捕食海知了，不仅破坏海滩景观，也造成物种的生态浩劫。有指出，海知了的学名叫做解放梅足蟹，70年代在青岛地域性灭绝，最近族群才有所恢复，四年前又开始在青岛沿岸出现，不过这报道曝光后，他们又要面临地域性灭绝威胁了。专家也表示，解放梅足蟹是一种介于虾和蟹之间的珍贵海洋生物，它们栖息于沙滩中，就像蚯蚓一有疏松和清洁沙滩的作用，有修复环境的重要生态意，但在民众大规模捕食下，光是在山东日照地区的族群就减少了超过 70%， 由于其成长期需两年以上，许多未成年个体遭捕食，对其族群造成毁灭性影响，面临灭绝的危机。许多中国友也纷纷批评这种行为，要媒体不要再散播相关消息，电视台想干嘛？毁灭生态吗？中国人现在很缺吃的吗？更缺精神，缺思想，缺文化，啥都不缺，只缺德。很简单啊，散布个谣言说里面含有寄生虫不就完了？大批中国民众争相结伙，持铁锹与水桶在海滩进行地毯式挖掘，大量捕食海知了，不仅破坏海滩景观，也造成物种的生态浩劫。图写自青岛电视台今日。